早上好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主日。今天是守圣餐的日子，我们感谢耶稣，他那么的爱我们，他承然担,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他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着我们的过犯而被压伤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，因着他所流的宝血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。 好不好？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要来敬拜他。让我们来唱这首歌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 我们爱你，主，我们愿意的跟随你到底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神，因他奇妙的恩典和耶稣的慈爱呢，吸引我们通过直线呢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同样的时间呢，一起在空中敬拜我们的神。那今天就是十月的。 首个主日，也就是我们会堂呢首胜参日，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得到通知。通过啊，你的组长，还有在呃、啊、上周的报告及我们呃、啊、昨天呃、啊、我们在星期三那个奇迹时刻，我们都有提醒了、啊、大家说要记得今天就是首胜参日。好，就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做好准备呢。 一起来领，呃，圣餐。相信我们已经有预备了我们的饼和杯呀。Yeah. 好，我们此刻就低头的祷告。嗯，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每逢吃着饼、喝着杯，是表明主你的死，为的是纪念你，并是等。 主，你的再来，做我们掰饼，为了是纪念你。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，你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。愿我们凡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，都能细细地审查自己，好叫我们在吃喝的时候，从你的饼和杯得圣命，而不因着忽略。 审查斥喝自己的罪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愿你分别这饼和杯，愿你亲自的祝福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常在你爱中被建立，在爱中彼此联络合意？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如此感谢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 man 阿 n 让呃，在我们当中有身体挑战的，我们就凭着信心，以这饼和杯呢为呃接触点，我们带着个喜乐的心，先把饼或者面包的拿出来，Yeah，我们就把它举起。我们刚才已经祷告了，我们就呃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手中所拿的。 饼，或者是面包。好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：若没有流血，若耶稣没有留他的保险呢？你我的罪都没有得到赦免。可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听从父神的命令，成全父神的旨意。 他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也因他所流的宝血呢，我们能我们的罪能够赦免。来，我们把杯举起，然后我们一起的来领受。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从心里面说：“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感谢耶稣。” 感谢耶稣，阿门，阿 n 感谢主。好，以下呢就是我们以邻家事的简讯呀。Yeah. 虽然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的敬拜，但通过直播的客机呢，我们仍然在一起。或许在我们当中的你们啊，通过新闻或者通过你认识的啊基督徒的朋友说，现今呢好像是比较开放了。 啊，可以回到教会，可是我要啊通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教会呢将要进行一个很大的呃、啊、装修，我们将会更换我们的冷气，还有我们四楼的呃、啊、漏水。那么呢啊，我们啊就暂时还是呢借做这个直播了来敬拜主啊，到时候啊一旦我们的。 这个装修好过后呢，我们会通知啊弟兄姐妹，因为在上周也是有位姐妹的啊、呃、以英语的短信呢和我联络。好，那啊、呃、你我都能够呢通过 YouTube 呢下载，你可以打 e l i m Church Singapore，那么你就可以观看呢啊、呃、我们每周啊各语言的啊、呃、崇拜还有那个信息。 那么中文部呢？哦，华语的聚会呢？我们的细胞小组是照常。啊、呃，上周我们已经休息了一个啊、呃、礼拜哈、哦。好，那以下呢？啊、呃，就是我们呃以林堂啊、呃、的令啊、呃，不同语言的。我们在星期六有朝语的聚会，早上十点半。呃，主日就是星期天，我们英文共有两堂。 第一堂是在早上的八点，那第二堂呢，就是在早上的十点半。而缅甸的啊、呃，也是在早上的十点半。啊、呃，那些有啊、呃、WhatsApp 的，有那个蓝色的我们 EliM Church 的那个标志呢，我们感谢主，就是我们的多家姐妹呢，每周都很勤劳的把这些 link 呢传发给我们，好在我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。好。 感谢主，那啊奉献的方法，我们仍然是采取这三方面，主要的就是银行的转款啊。那我非常的啊感谢主，就是说弟兄姐妹对这方面很忠心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寄啊支票，你要写英文字母 e l i m Church Assembly of God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啊寄到一零七九石龙岗路啊。 U 其三二八一八二，那第三方第三个方法呢，就叫做 Pay Now，啊，就是用二回码。我昨天也是很兴奋的啊，得到一位啊啊弟兄的啊通知，他说：“牧师，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啊薪水，我要衷心的交纳。”嗯，那十分的非常的感恩。那么在我们当中那些对这这收费面不清楚的话呢？ 我们感谢着我们的行政人员呢，都很勤劳的。每逢星期五呢，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呢，他们都有在啊，他们啊教会的办公室，你可以啊把啊现款呢带到我们的雨林堂，先到保安处呢，啊呃、啊、量温度，还有啊做这个 safe entry。那么很快的，我们的行政人员呢就会下来帮助你。 好，此刻我们就为这奉献来做祷告。我们都承认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，是上帝所祝福的。慈碧尔，把天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我们的好处呢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所拥有一切的都是你所委托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几个星期，我们也是有在上这个课程，说主啊，你要我们当一个好管家。 主，我们弟兄姐妹很乐意、很衷心的把主你所祝福的一部分呢交还给你，求主使用的奉献和交纳的十分意，让这奉献和十分义呢用在发展你的国度上，让更多的人呢啊能够来认识我们这爱我们的耶稣。感谢主，也祝福那献者，让他们家中有粮。 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如此的祷告呢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阿门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呃今天下午呢一点半呢，仍然有这个基督教育课。那呃非常的感谢主，我们有好几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呢，用那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呢，从一点半呢到三点呢，忠心耿耿的来上这个课。 这个课程非常的重要，就讲到好管家。那在上周啊，我们啊永前弟兄有和我们啊分享有关于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才干。那呃、啊，本周呢，我们就论到呢啊，怎么样在我们的家里呢做一个好管家。我们都有不同的责任。那上帝都委托我们呢，在我们的家呢做一个好管家。所以欢迎你们的。 啊，参加那同样的，你可以在那个 WhatsApp 的视频呢啊，来啊找我们的 link。若你还没有在其中当中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联络，我们都会很乐意的把这个 link 呢转啊转发给你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本周的这个基督化呢呃，教教义是什么呢？ 就是我们要爱人如上帝，爱我们的一般。那我们呢？呃，知道真正的爱情呢，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种态度。这种爱情呢，使夫妻呢，终身的难忘。他说，在上帝的帮助下，我将竭力所能来改善呢。 我配偶的生活，爱是与上帝合作，做选择服侍呢你的配偶，真正爱的人将自己视为呢上帝的代理人，使伴侣呢生活更丰富。对他们来说呢，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他们一直在寻找呢方法去帮助、鼓励和支持他的配偶。 这样的爱呢，常常在配偶的心中激发温暖、浪漫的感觉。情感是锦上添花，但是如果没有仁爱的态度和恰当的行为呢，那就如蛋糕的糖酸呢，就会融化。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众人呀！爱是从神而来，那愿我们呢，弟兄姐妹呢，都为呢。 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配偶呢，如同上帝爱我们一样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每逢星期三呢，啊，晚上七点半呢，都有奇迹时刻。那我们刚刚过去的这星期三呢，我非常的受到鼓励。我们的出席的人也是蛮多，也是有刚啊加入的。若你还没有的话呢，我再一次的鼓励你，因为上帝的话语。 告诉我们，人不可灰心，啊，要常常的祷告。Amen。那我们每逢十月的首一个星期呢，我们都会呢祝贺在我们当中的啊啊十月生日的，还有周年啊啊结婚周年纪念的。同样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要祝贺在我们当中的啊十月份生日的。 生日快乐！还有，如果你是在十月结婚的话呢，那就是周年呢，啊、呃，蒙福，愿你们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好，此刻呢，我们就要为这生日的和结婚的来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你每天赋予我们丰富的祝福，我们感谢你能为我们，呃，弟兄姐妹在十月份呢。 庆祝圣日和结婚周年纪念日而欢庆，求你以怜悯和慈爱看待他们，并给予他们平安与喜乐。愿他们加深对你和彼此的爱。愿你祝福他们的家人和朋友，并带领他们所有人获得永恒的喜乐。当我们庆祝生命和爱的礼物。 也要祝福我们为他们的家庭和社群，帮助我们所有人赞美你，并继续借着我们的救主和主宰耶稣基督呢，给荣耀。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生日快乐啊！周年结婚快乐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 今天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课题呢，仍然是在啊真言里。那相信呢，这将会是我们啊从我为从真言当中呢啊最后的一个课题。那神在不断的在感动我的心，要在啊啊下周呢，从另外一本书来和大家分享，也邀请弟兄姐妹呢为啊牧师的正道呢积极的祷告，让。 神借着他的仆人呢，能,能够说出呢要说的话。你我为在一生当中呢，必须处理呢权柄的问题。有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使用权柄的位置，就好像啊、呃，当老板呢，或是父母呢，或者是长者，或是你是一间公司的总裁，或许是是你一个啊啊、呃呃、主任。 或者一个管工，那么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自己必须服从呃权柄，就好像我们是一个雇员呢、啊，或是我们是孩子啊，那我们是呃这一个国家的公民呀。那我们会发现呢，处理权柄的智慧呢，经常有以下缺乏的美德啊，就是。 如拥有权柄的人呢，经常表现不佳，甚至滥用他们的职权；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在服从权柄下的人呢，不总优雅的接受啊掌权者，导致他们的处境呢很糟糕。但是在箴言中呢，我们发现有关权柄处理的智慧。 呃，大部分的都是与国王、与王子的统治者有关，呀，也用于牵涉于权柄和其他的领域，如工作、家庭和教会。而在这项研究中呢，我们寻求总结真言中有关于权柄呢处理的内容。那今天呢，我只有两点要啊分享的，就是拥有权柄者的智慧。 第二点呢，就是服务在权柄下的智慧。好，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。阿巴天父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光，能够呢在你面前领受上帝你的话语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全神贯注。 不单单主我们有听，我们也有受教，我们也会有服从。把你的话语呢，活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当中，成为一盏明亮的灯，活作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你仆人所能够分享的是有限，可是圣灵你是无限的。求主，你借着你的圣话来触摸人心，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。 我们感恩祷告呢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首先我们就来看呢，拥有权柄者的智慧。我们先谈到他们的呃职责，其实他们的职责是蛮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要做住这个啊、呃、判断，而在真言书的十六章第十节，呃，这样的说。 王的嘴中有神话，审判之时呢，他的口必不差错哦。所以我们发觉到呢，呃，掌权的都是上帝所立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发觉到今天有一些是在滥用他们的场啊、呃、权力。呃，上帝呢，为审判他们的，好。 另外一个经节呢，就是在这年二十五章的第二节说：“将是隐秘」乃神的荣耀；而将事查清呢，乃君王的荣耀。”所以你会发觉到，呃，掌握权柄的人士呢，他们经常被要求呢要做决定，所以你我都有这个责任呢。 为做掌权者来做祷告，甚至我们教会的呃主任牧师，还有呃各牧师们，他们都需要呢大家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为他们会影响到他们权下的这个决策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他们的职责是如此的重要。不单单如此，他们也是在自行司法。 在箴言的二十章第八节说：“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呢居三诸二。这时候呢，就给我在联想到呢，啊、呃，所罗门啊，我们都晓得，啊、呃，呃，箴言书好多的都是由所罗门所写的，就是，啊，有，啊，一回呢，有两个仆人在，啊、呃，啊、呃。 怎么说？他们都生了各生了一个婴孩，他们是同在一起，可是因着与啊、呃，他们啊、呃、一其中一个一位呢，小婴孩被压死，那么两个夫人呢，就一直的在争吵说，活着的婴孩是属于他们的。哇，真的不容易的处理，你怎么样能够辨别？可是我们却发觉到呢，所罗门王呢，却很有智慧的，他就说，你们当中的。 啊，呀！Uh, yeah, 我要把这个还活着的婴孩把它摘掉。那我们就发觉到这两个夫人呢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一位呢就说：“好，就让他这个婴孩被处死。”而另外一个夫人就说呢：“不不不，我宁可让那一个夫人领养这个婴孩。”那么当时候呢，所罗门就很有。 这个智慧的，他晓得谁是这个婴活着婴孩的真正的啊、呃，这个母亲哦，所以呢，真的王啊，什么呢？真元二十九章第四节说：“王借公平，使国坚定；所要呃贿赂的，使国清白。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 君王凭着城市呢，要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呢，必永远的建立。今天我们从报章上，我们都有看到，好多的国家是因为呢，那些掌权者呢，他们没有辨别是非，或者是偏某一呃帮的，呃某一个呃族的，就因着这样呢，导致呢，这个国家非常的乱。 我们非常感恩，我们呃，我们的政府呢是廉洁的政府。那你会发现，这是当权者的责任、呃，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，而是为了他们统治下的人民。是真的要很重要啊、呃！这个。 掌权者拥有权柄的，他们要清楚的明白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他们是为民服务，或者为着他们的属下，或者为着他们所管理的人。那这也可以用于牵涉于啊其他的领域啊。刚才我有提到了，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上，或者在我们的家庭，甚至在教会。 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在这个各领域方面呢，那些执政的、那些掌权的，他们都会呢，按照上帝的坏的教导，无论是国王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或是经理、长辈还是父母呢，上帝都希望他们呢，实行呢，公益的呃权柄。那我们来看他们的数质呀。Yeah. 他们必须是公义的呀。Yeah, 那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所建立的呀。Yeah,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那些掌权的，他们要凭什么呢？必须有公义。那司法的也必要公正和公平的去判断，那没有受到呢邪恶的影响。你看。 在箴言书的二十五章第四、第五节告诉我们：除去银子的查账，就有银子出来；银匠能以作器皿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那呃国务国位就靠公益的建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呢，啊、呃、啊、呃，我很喜欢。 看那些啊电影啦，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的，好像啊，我们这个那个年啊年代的啊，当我们看到呢有这个啊粤语的明星出现的时候呢，就是啊时间 skin 哇，嗯、我们每个人都很生气，因为他是个个坏人啊。我听说当他来到新加坡登台的时候呢，有人甚至呢用啊这个蛋的啊鸡蛋来啊扔他呀。啊 他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很生气，因为他为非作歹，他做了很多恶哦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恶人他们的作为，这是什么呢？贪婪、暴虐的君王呢，挟制平民啊，这是在正言二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好像吼、啊、吼、哦、叫的狮子巡视熊，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贪财为可恨的。 必年长日久哦，oh, 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恶的影响，其中的一方面呢，就是贪婪，呀、yeah.；还有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贿赂，呀、yeah.。这是许多游说者的工具。那他们就是私底下，他们要呃贿赂那些掌权的。可是箴言二十九章第四节却告诉我们：王界公平，使国坚定。 索取贿赂的使国清败，这个真的啊，一个很大的啊警戒。还有第三方面呢，就是呢啊，女人和酒精。我们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呢啊,啊，就看到很多的政客和商人的这个祸根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在《箴言书》啊这边有这样的记载。 就是在箴言的三十一章啊啊，我没有把它列在这个荧幕。就是箴言三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五节，他怎么的说呢？他他说，立木易乐王的言语，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啊。母亲教导他的儿子说：“我儿啊，我福中生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呀，我当怎么样教训你呢？” 不要将你的精力呢给服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的君王的行为，立木易乐呀！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；王子说龙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了这个律烈，颠倒了一些困苦人的是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母亲苦口。 婆心的这样的来教导他的儿子将要登基的，就怎么说呢？你要防备，你要注意，不要受到呢这些恶的影响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那么他们应该有着怎么样的素质呢？啊，他们必须公平。 和仁慈的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很多纠纷的产生，就就认为说，我的上司不公平哦，啊，或者说有我们就有啊这个啊这句话了，说啊一只眼睛大，一只眼睛小，就是说对待人以不同的啊啊啊处理哦。所以呢，在箴言的三十一章第八第九节说呢，你当为哑巴的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深渊。 你当开口按共意的判断，为困苦和贫乏的变屈呀。Yeah, 所以，如果你有看报纸的话，我们非常感恩。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驾驶啊，这个巴士车的啊，忽然间他受到一个人，原本他是好心的做劝这个人说你要戴口罩啊，可是这个人但他不听，他还呢出手的来打这个驾驶的司机。 那可可是非常的感恩，就是说呢，当时候呢，就有两个人，他们不顾一切的，他们就去帮助这一位驾驶者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很很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呃社区啊，都啊和平的相处哦，那好，对于那些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啊，真的我们要那些呃、啊、弱势的群众。 我们真的要啊、呃，要帮助他们。对那些贫穷和有需要的人，那些当权者需要确保呢什么呢？正义和仁慈来判断的这个呃素质呀。Yeah. 所以呃，如果你有去研究呢以色列历史，就在呃、啊、列王上、列王下、历代记上、历代记下的话呢，看到呃呃那以色列王的例子啊。 他们有一些是好的国王，有一些是不好的国王，给他们国家带来好的国王给他们大国家带来兴盛的，坏的国王呢就给他啊他的国家带来衰败。好，那我们啊在以上的都是讲到那些啊拥有权柄的啊掌权者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重点，就是。 服在什么呢？服在权柄下的这个侍卫呀，他们的职责是怎么样？第一点呢，就是他们要尊重呢，当拥有权柄者的啊。你看，在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这样的说：“我儿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，啊，不要反复无常的人结交。” 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，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，谁能知道呢？啊，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呃、啊、做属下的，或者说雇员的，或者说我们做儿女的，啊，我们都应当什么呢？尊重呢那些拥有的长啊掌权者，可能是我们的老板，可能是我们的上司，可能是我们的父母，也可能是我们的长辈。 如我们对主座的敬畏啊，他啊，他们啊，是神所立的，也避免那些经常给自己带来灾难的这些好像说啊反对、反叛者啊，我们要很小心。也可能在恰当的情况下，赢得我们的上司啊，我们的长辈的怎么呢？宠爱呀，在这里我有啊列出三个。 很好的金节，首先是在真言十六章的十五节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王的眼光呢，使人有生命；王的恩典呢，好像春雨时雨呀。”所以很多时候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啊去做工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就啊私底下问：“哎，今天老板的天气如何？”啊，如果老板的老板就是说他的啊脾气好不好？如果好的话呢，我们就有。 啊，敢去找他去办公室去找他？如果不如的话呢，我们还是避免，对吗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在恰当的时候。好，第二方面呢，呃，第二个经节就是在箴言的十九章十二节说：“王的愤怒呢，好像狮子的嚎叫；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”啊，那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多那些长辈呢，你们早上都有去散步啊。 如果你是在花园的，或者在那些呃，好像靠近我的家的碧山公园呢，还有那些呃植物园呢，当你去散步的时候，呃，清早的时候呢，你看到啊，到那个什么呢，草上的甘露的时候，你发觉到呢，那些草呢，啊、呃，非常的呃呃鲜艳啊，花木非常的鲜艳啊、哦，就好像啊，很人看了就觉得很。 很舒服了，这个感受哦。好，这年二十章的第二节就是王的微笑如同狮子的嚎叫，惹动他的怒呢，就是致害啊、呃、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恩宠呢是一种祝福啊呀啊！这里我不是说我们啊去捧我们的上司，就是说我们做我们所应当做的呀。他们的愤怒呢，可能是一个咒诅那。 那当掌权者应得到我们的尊重，因为同样的是他们的职位啊。我记得我们常常的有受到提醒说，啊，可能你对这个人不满，可是你要尊重他所当的这个职位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伏在这个权柄下的第二个方面，就是他们的素质。第一，就是说呢，他们呀、啊，他们的举止呢。 呃人呃人之啊、呃、不要丢人啊，就说到呢，我们要懂得怎么的去做人呀。就是智慧的臣子呢，蒙王的恩惠，会修的仆人呢，遭遇正怒。就说我们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呀。啊，在我们和我们的上司介下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啊明白也晓得他的做法。好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讲到。 呃，他们的素质是在附在这个权柄下的，就是说他们呃要做公益的话，呀，就是说真言十六章十三节说，公益的嘴呢为王所喜悦，做正直话的人呢为王所喜爱，呀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素啊素质，就是。 心灵纯洁，嘴唇优美啊！通常你会，啊，我们心所想的会影响我们口所说的。如果我们心不满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啊，讲出了不满的话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要正，我们的心要纯洁。 啊，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说：“喜爱清新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呢，王必与他为友。”啊，好，我们再来看，不单单如此啊，作业工作的表现，你看在箴言二十二章的第二十九节说：“你你看见半世殷勤的人么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”啊。 所以呢，我们会发觉到呢，啊，我们对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要很认真啊！我尤其是现在在冠状病毒下，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工作，真的是神呃神的的祝福。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，千万不可懒懒散散。好，好，第二。 呃、啊，第五方面呢，就是说我你,你我都要控制自己的激情和私欲啊。有些时候我们啊很容易的就是会啊啊发怒啊，动不动就发脾气啊。还有就是说我们呢啊,啊这边在正念二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，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私欲呀。好，啊啊，金杰如此的说，你落于官长作戏。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呀？Yeah. 你若是贪吃的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，就说不可以贪吃了，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这个食物啊。Ah,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分寸呐、啊、呀。Yeah. 我记得我们在呃做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父母常常的呃。 告提醒我们，啊，你要看菜吃饭，就说你不要，呃，这，怎么说说呢，就是把这些全部吃掉啊，要有分寸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六个数字呢，就是要谦卑啊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要得到上司或者是老板的赞赏，我们就在啊夸耀自己。 啊，所以我们要讲话要有分寸，也不要自夸。在真言的二十五章的第六到第七节说呢，不要站在王面前呢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，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，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呢，叫你退下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要谦让，要懂得呢，啊，谦卑啊，不要啊自夸自己。 啊，好，第七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要忍耐和温柔。啊，这年二十五章的十五节说呢，很长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呢，能折断个头。啊，呃，骨头，真的，我们真的要有说话的技巧。啊，我们要，呃、啊，呃、啊，有一个忍耐的心。啊，我有提到了。 忍耐的这个功课不容易学了，就好像一把利刀呢，插在我们的心中。你一动呢，你的心就会很痛。还有就是说呢，讲话要有分寸，讲话啊要温柔一点。好，那这些特质呢，就会赢得那些掌啊掌权者的宠爱呀。啊，我在阅读啊啊这福音书的时候呢。 我就给我记想到呢，有两呃位仁兄，一位是呃呃白夫长，他的孩子肾病很严重了啊。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，啊耶稣说好，我就来你的家。他说不用主，我是白夫长，我有属相，那你只要说出话来那。 我的儿子就能够得到医治疗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白夫长，他懂得尊重权柄者，他晓得耶稣，他不是普通的一个人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呀。Yeah. 所以呢，也给我看到在使徒行啊行传啊，这位外邦人哥尼溜啊，他敬畏神，他常常的祷告啊，他常常的敬食，同样的。 他也很尊重呢，神的仆人，就是当彼得来到他的家和其他的呃门徒来到他的家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尊重了彼得哦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要所学的榜样。好，我要总结今天所要分享的。所以，关于这个权柄这种智慧呢，是司空见惯的，无论是在国家。 在企业中，在教堂里，或者在家里，那么，今天我们是论到那些拥有掌权的、拥有权柄的，啊，我们要如何的去啊行动？就是我们要复行公义，啊，我们要公平，啊的处理呀，当机立断。所以我们要啊，不能够受到啊贿赂呀。 也我们也不能够呢，啊，有这个恶的倾向，而然而呢，那些浮在权柄下的，我们要怎么的回应呢？我们就是要尊敬那些掌权者，啊啊，通过我们的行为呢，赢得那些啊掌权者的尊重，哦，那就是那么的美妙啊！相信借座真言中。 这些教导呢，会给我们呢带来很大的帮助。好，在呃结论的时候呢，我要提呃，用采用了《新约》里面的两个经节哦，就说呢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处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当然，你可问说问那么些不好的。 要应当怎么做？当然，如果是敌对神的，我们就要有一个立志的心啊。我们尊主为大，可是你会发觉到呢，啊、呃，那些不尊重神的，他们的不为持久的呀。Yeah. 好，还有呢，不单单如此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为啊呃,呃不满、不甘愿或者认为呢啊。呃 啊，某某人他不会用他的权柄，而相反的呢，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应当怎么积极的回应？就是说呢，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就是为他们来做祷告，使我们可以敬谦端正呢。 平安无事的度日。如果你你看呃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要先为呃执政掌权的人来做祷告，哦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身为一位好基督徒的这个回应。那我们身为一个好公民，为一个一个好的子女，我我们所应该所啊有的回应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此刻我们就低头的祷告。 只为了把天父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呢，借着你的圣话，从正念里面呢，得到这个极好的教训，就是说那些拥有权柄的应该怎么的去实行，而那些伏在权柄下的，我们应当如何的回应？主啊，我们都有差错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在这方面呢。 都处理的不好，求助你来帮助我们，啊，我们能够呢按照你的话语去行，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呢活出呢啊你的话语的真理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为那些执政掌权的，我们国家的呃、啊、总理、我们的部长们，还有各呃、啊。 政府部门的那些长官都来为他们来做祷告，甚至我们教会的牧师或是我们的呃组长和副组长，我们都为着他们来做祷告。谢谢主啊，他们的辛劳，求主你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有能力、有聪明、有智慧，如何的来呢？啊，管理如何的来施行你所委托他们的。 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继续的为着我们的国家的啊啊兴盛来做祷告啊，求主你来继续的来祝福这一个小红点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家的祷告呢是奉耶稣的名字，阿门，阿 man 可能今天你在观看这个视频，这是你第一次呢听到这样的信息啊。 或许你心中有挣扎，或许你心中有不满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掌权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。有一天，过去他是以婴孩的身份诞生在这个世界，可是到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候呢，他是以君王的统治来审判这个世界。 所以呢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我们要审查自己，可否？你有尊主为大，可否？耶稣是你圣命的王。若还没有的话，今天你受到感动，你说：“牧师，我要耶稣做我圣命的王，我要耶稣做我圣命的主宰。”那我很乐意的来帮助你。 你就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，啊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说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那么的爱我，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 降临这世界，为我们世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被埋葬过后，从死里复活。有一天，你将要再来，你将要审判这个世界。 耶稣，我要做好准备的来迎接你。今天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你为我的救主，为我的主宰，为我的王，掌管我的生命。我选择圣命的道路。 我感谢你，求主耶稣以你的宝血来接近我。我要成为一位名副其实、真正的儿女。我如此的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字。阿 man 阿 n 如果你刚才有如此的祷告的话呢，按照上帝的话语的记载呢，凡借贷他的，他就的成为上帝的儿女。这是上帝所给你的特权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欢迎你成为上帝家的一份子。那当一个婴儿诞生后，还好有好多的东西要学。 我们鼓励你，就和我们联络。我们在这个视频上有互动。哦，不如的话，你也可以啊。我们教会已经有设立了一个 WhatsApp 的电话，你可以打加六十五，这是新加坡的 Post 的 code 呢。然后呃，六二九八二二零四，我再重复六二九八二二零四。那你可以留言那。 啊，我们都会很乐意的来帮助你。我们也盼望你呢，能够呢，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。我们欢迎你，感恩，再见。